我24。24，你几岁？24啊。24啊，不然。你休息啊。38是吗？三月八。三月八。24。我你几岁？我20岁。你20，真的吗？真的。哇，你看起来好像48岁。我打你啊，看见48，是不是我拿鸡蛋砸砸你？你24，我大你属猪，我大你一轮。对。哇，你是帮扶气场大了是不是？我觉得我真的好像越看你越年轻嘞。哎呀，这个不要重话。不要这样讲啦，不要讲太多屁话，小慧。来了，我们小慧。不够长嘴要讲的。我们的小慧，你看她。他以前很壮，哇，好帅！对，他是读我们全世界最大头十名的学校哦。十处啦，对对对，厉害了，对了，都 NTU 啊，对 ，NTU 很厉害 ，NTU 啊，不要跟我讲读书啦，我离读书已经很遥远了。那我们要卖鸡蛋哦。他有啦，他你不可以这样说，你有 NTU 嘛？对，他也是有啊。我有 NTUC， 他每次去 NTUC 嘛。有啊，我们都有去 NTUC 啊。是啦，来啦，小慧，好好啦，因为我看到你的男朋友有来吧。哪有啊？不要讲人家私底下的事情啦，他们下个月要结婚了。下个月啊？下个月要结婚了。大肚子了啊？哈不啦。我还没大肚子是已经生出来了。好像不是你哦，是建宏跟李宝芬啊。我觉得你的男朋友哦，我比他帅一点点，你考虑我，考虑一点啊，考虑我真的。如果你今天说，每次见到我都问我这种东西，真的。如果你这样说，哎，陈哲，我决定跟你在一起，我今晚跟我老婆摆定。哎，秀萍好像有在看哦。小慧，我跟你讲过来，我跟你讲，如果呢你要嫁给陈哲这样的人，我宁愿叫你去当尼姑比较好。OK， 你不要这样，千万不要嫁给这种人。对，如果全世界剩陈哲这样一个人，不要。好不好？来、yeah, 来，唱歌。OK， 唱歌了啊。哎，因为小慧呢，在刚才的歌艺呢，相信大家呢，对她都不会有陌生，所以带来一点好听的歌曲带给大家。是第一首歌曲，送给大家一首《得意的笑》。唱几首？唱两首半，七八首。哎呀，来，送在这首《得意的笑》，掌声鼓励给我们的尚小慧。谢谢，感谢我们两位主持人，谢谢掌声，谢谢。
秋的一切